赖清德根本来不及，我们还要赶吗？怎么突然变张帝了？自己填歌词是不是？好啦，欸、不过真的、啊，不过我觉得感觉真的是蛮开心，是飞龙孩子的专辑一发行之后，其实已经海内外宣传跑了好多次了，对，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回到了台北，跟北部的粉丝们见面，对啊，以及销售有很多很好的成绩捷报传出，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其实因为真的前一阵子，因为可能没有配合观光局的活动，我们都跑中南部或者是东部的花莲还蛮多的，然后感觉哎台北还真的比较少来，今天是预购的第一场，预购之后的第一场，那本来就是今天有一点下雨，还蛮担心的，结果没想到还是这么的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 当然像那个我们都火很旺了，我很旺了，真的，我看这火应该飞龙还可以再火个旁边吗？这个学 SH 师姐好了，啊，没问题，不敢超越师姐，跟随着师姐的脚步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对一步一步脚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啊！希望你们这个运势能够越来越旺。对，对对，等一下，为了今天炎亚纶没来，是等一下活动结束前，汪东城会赤脚走过那个火炉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是不是？会因为我赤脚，原因是陈亦儒捧着，好不好？那我当然就要赤脚。然后吴尊用滚的，用滚的，我可以拿鸡肉在那烧烤，烧烤。吴尊等一下放汤进去啊，然后走下也要人家火聊一下好了。哦，哎，不过说真的啦，四个人呢，像今天台上少一个人，不觉得哎好像怪怪的，不太习惯。啊，有点怪怪。对啊，有点怪怪。吴尊帮我捏一下。哎，吴尊真的有点舒服。不过吴尊这个角膜受伤，应该是那个眼药水滴个几天。持续的不要间断，应该就会恢复。就因为我睡觉常常会揉眼睛，为什么没有梦游的习惯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医生就给我一个眼罩，帮你来粘起来。对对对，那你再去揉。所以睡觉的时候要把这个眼罩戴起来啊！你如果没有眼罩的话，拿那个蛙镜就好了。哦，蛙镜。那好不舒服，那其实也太累了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已经有一个这个伤兵了啦。希望这其他的三枚就是好好保重身体，好不 好？因为接下来这个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啦，所以希望这个飞轮海这一次展现了男人线头的泰热专辑，在这一把大火的加持之下，能够越烧越旺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次的请这个各位朋友给这个飞轮海掌声鼓励一下。